九州风神的阿萨辛系列风能一直都是不少风能玩家热衷的选择，而特别是之前的阿萨辛3，更是将阿萨辛系列风能推到了最高的热度。而在2023年10，九州风神也更新了全新的阿萨辛4，其中最大的特点自然就是崭新独特的外观设计。当然，其散热性能也不赖，只不过面对后来更新的其他竞品，阿萨辛4的性能就显得没那么突出了，更别说它还没有自家 AKDG 的系列那样。 拥有独特的速显屏顶盖，不过这回阿萨辛4迎来了小改版，推出了这款阿萨辛4 VC Vision。那本期节目将来给各位好好分享，看看这一款阿萨辛4 VC Vision 在刚进入2025年的今天，是否对得起旗舰级风能的称号。 首先要和各位说声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这个阿萨辛4 VC Vision，其实早在10月份就已经在我制作的《九州风神全家桶》特辑中入境了。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没能在它正式发售的时候分享关于它的评测因此这迟来的评测，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阿萨辛4 VC Vision 与原版的阿萨辛4其实乍看之下差异并不大，都是采用了基本相同的设计、相同的体积、相同的吸热管数量以及相同的风扇搭配。而它最大的改动，自然就是将原本的纯铜镀镍底座改为纯铜底座外加均热板的设计。当然，我非常好奇，在均热板的加持下，这颗阿萨辛4 VC Vision 究竟能有多少的性能提升？除了底座追加了均热板以外，阿萨辛4 VC Vision 其实也升级了热管工艺与设计 ，AKA 双向恒定热平衡热管，当然这是九州风神自己给予的名称。而在与原版阿萨辛4的外观对比中，的确是能看到热管的走向设计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个人觉得热管工艺优化升级这一点应该是实打实存在的。再结合了均热板与热管工艺优化的加持下，官方宣称阿萨辛4 VC Vision 的解热能力高达300瓦，这部分在稍后也会给各位进行实测的。而在性能影响以外的改动，自然就是这一块增强式 LCD 速显屏了。九州风神终于将他们家的速显化风格放在了旗舰级风能上了，而且这一次是直接采用了增强式的速显屏，一次过显示 CPU 的4种信息，因此只需要安装好软件驱动并进行开启启动即可，完全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设定步骤。操作与显示稳定性确实非常靠谱当然这也意味着它完全失去了自定义的可能性算是给高稳定性做出了牺牲吧。这块速显屏是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并且是以磁吸式的固定方式，屏幕顶盖吸附上去后非常的牢固，完全不需要担心掉落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是搭载了电子速显屏，这个模块化顶盖的厚度自然是无可避免的。导致安装上去后，顶盖速显屏会有个明显的凸起状态。我必须老实说，速显屏凸起确实很大的影响了整体的外观一致性至少和过去九州风神一贯的简洁风格是背道而驰的。个人主观的觉得，不论是将散热器本体高度增高，又或是将中间的速显屏顶盖连接处进一步压伸一些，速显屏顶盖与散热器对齐的整体外观肯定会好看不少。而就目前这个外观，你们会打多少分呢？最后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阿萨辛4 VC Vision 在扣具设计上做了新的更新，基本还是兼容原版的阿萨辛4以及 AK 系列的扣具，但考虑到重量体积上的不同，因此保险起见，还是建议用回原配的扣具会更理想一些。 但是和各位分享了这一次阿萨辛4 VC Vision 的改动后，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实际的散热测试了。这一次主要还是围绕在阿萨辛4 VC Vision 上，因此测试的对比还是会以原版阿萨辛4来进行。外加我个人主观认为是目前最强风能的猫头鹰 NH D15 G2 标准版双塔风能一同进行对比。虽然测试的散热器一共就3款，但测试的平台与场景就很丰富了。我一共准备了3套平台进行测试，分别是 Intel Core i9-14900K、Intel Core Ultra 9 285K 以及 AMD Ryzen 9950X， 并且这3套平台的散热测试均都在装满猫头鹰 A14-25G2 风扇的安泰克 FlashPro 机箱内进行。测试方式除了全风扇满速场景以外，也包含了固定整机43分贝正常噪音水平的较低转速场景测试，以及为了给游戏专业户的体验场景有个更适合的参考价值，我也专门进行了 AIDA64 CPU 加 GPU 双满载测试，以模拟在进行游戏时 CPU 与显卡都在高负载状态下的散热情况。啊。当然这边也要声明一下，这个测试只是尽可能模拟啊，实际上也不能够直接反映在游戏时的真实上的情况，只是给游戏玩家更方便参考这三款散热器在游戏负载时的表现。最后这边我也列出三种平台下的硬件配置，同时也要再次声明，本次的散热器测试仅以我手上的产品测试为准，不能100%涵盖所有各种体制下的具体表现，因此最终的散热器测试数据仅供参考。另外要特别感谢金百达提供了这一套与 mPower 联名的刃 SoarBlade RGB 电竞内存。我拿到的这一套是白刃 RGB DDR5 7760C36 16GB×2 套条，采用了原厂海力士 A 带颗粒，摸了 SMP 3.0 就能够直接预设了 7600C36 的超频配置。 搭配 Ultra 9 285K， 仅开启 SMP 3.0 就能有不错的读写与延迟表现。可它的潜力不仅如此，在搭配了微星 MSI G890X 钛 WiFi 刀锋钛主板，启用微星独家的 Memory Try 与 Extension Mode 功能，就能轻松达成 8400C40 的超频配置。此时的读写与延迟表现也获得了明显的提升。除了性能以外，金百达刃 RGB 系列内存的外观设计也挺耐看的 ，RGB 灯光也能支持众多主流的灯控软件。 搭配上2毫米厚度的散热马甲，本身的散热表现也并不赖啊！这一次要特别感谢金百达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内容中，首先来看看全风扇满速下的测试表现。在 Intel Core i9-14900K 平台300瓦功耗场景下，阿萨辛4 VC Vision 以平均98度的 CPU package 温度略输猫头鹰 NH D15 G2 标准版1度，强于原版阿萨辛4 2度。 换到 Intel Core Ultra 9 285K 平台250瓦功耗场景，阿萨辛4 VC Vision 的晨曦为平均86度，同样强于原版阿萨辛4 2度，但也落于猫头鹰 NHD 15 G2 标准版2度。最后换到 AMD Ryzen 9950X 平台230瓦功耗场景，排在第一的还是平均 96.3度的猫头鹰 NHD 15 G2 标准版，而阿萨辛4 VC Vision 依旧排在第二，晨曦为平均温度 98.4度，原版阿萨辛4则是 平均101度，而落于阿萨辛4 VC Vision 约3度左右。切换到统一43分贝噪音模式测试，在 i9-14900K 平台275瓦功耗场景，阿萨辛4 VC Vision 和猫头鹰 NHD 15 G2 同样获得平均92度的成绩，都强于原版阿萨辛4 3度。 而在 U9 285K 平台250瓦功耗场景中，排在第一的还是猫头鹰 NHD 15 G2， 阿萨辛4 VC Vision 则是微落1度排在第二。 排在最后的还是平均温度91度的阿萨辛4。最后在 R9 9950X 平台210瓦功耗场景，排名依旧不变，阿萨辛4 VC Vision 以平均 93.5度的成绩，略输猫头鹰 NHD 15 G2 标准版不到1度，和原版阿萨辛4的温差在 1.5度。 再来就是模拟游戏释放场景的 CPU 加 GPU 双考测试。首先在 i9-14900K 平台默认解锁功耗限制模式下，猫头鹰 NHD 15 G2 标准版依旧以平均80度的成绩排在第一，阿萨辛4 VC Vision 则是平均81度，落后1度的成绩紧追其后。最后则是原版阿萨辛4，平均温度为84度，落后阿萨辛4 VC Vision 3度。 换到 U9 285K 平台默认解锁功耗强限制场景，排名还是一样，阿萨辛4 VC Vision 与另外2款散热器的温差都在2度。最后则是 R9 9950X 开启 PVO 模式场景，排名依旧保持不变，阿萨辛4 VC Vision 对比猫头鹰 NHD 15 G2 落后平均 0.5度，对比原版阿萨辛4则是领先平均 3.5度。 最后，我也给各位放出这3款散热器单独的满速噪音演示，给各位做参考。 从上述的测试数据来看，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阿萨辛4 VC Vision 确实如官方宣传所述，确实拥有300瓦的解热能力。再来对比原版阿萨辛4，阿萨辛4 VC Vision 的散热性能确实有所提升。但因为我手上的原版阿萨辛4是2023年首发时的版本，不排除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导致散热性能差异更加明显。但客观的来说，阿萨辛4 VC Vision 确实至少有1到2度左右的散热性能提升。最后就是 哪怕阿萨辛4 VC Vision 用上了均热板底座，但散热性能是全方位不及目前的风冷之王猫头鹰 NHD 15 G2， 但它们的差距不论是在全码数状态下，还是在更低转速的场景中，两者的差异都不是很多。如果将体制差异影响给考虑进去，加上猫头鹰 NH D15 G2 在 AMD 平台的测试，采用了自带的7毫米偏移扣具所带来的优势，那么严格的来说，阿萨辛4 VC Vision 的性能确实是勉强追上了猫头鹰 NH D15 G2 了，综合温差在1度上下。 这样看下来，向来以散热性能稳妥著称的九州风神，其阿萨辛4 VC Vision 的散热表现确实还算不赖了，而且还带有独特的速显平顶盖。只不过阿萨辛4 VC Vision 依旧保留着一些原版阿萨辛4就有的缺陷啊，比如中间风扇的供电线连接体验并没有进一步优化，风扇替换的自由度也比较有限。 以及新的 VC Vision 在风扇配置上完全相同，个人觉得九州风神完全可以在风扇配置上下点功夫啊，散热性能也就能再进一步提升了。但是九州风神的调性你们懂的，所以也不意外啊。也因为采用了均热板底座设计，导致成本的上涨啊，售价对比起原版阿萨辛4是明显高出不少的。而多出来的价格，除了那少许的散热性能提升以外， 也就只有这一个凸起的速显屏差异而已啊，就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差价是否值得呢？欢迎给出你们的观点。总的来说九州风神阿萨辛4 VC Vision 算是交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答卷，只不过我觉得它有点生不逢时。如果在2024年6月份之前就推出的话，那么它的吸引力就非常高了。但目前已经有不少有力的竞品。至于推荐与否，我个人觉得作为一款旗舰级风冷，且品牌本身着重在设计语言等独特的 调性，它肯定不是一款非常有性价比的产品，甚至几乎没多少性价比啊！别说其他家的风冷了啊，单论性价比还不如自家的 AK620 系列呢。 但不能否认的是，对于有外观设计要求，同时又要满足优异的散热性能与品质，加上他们独特的速显风格，以及作为一款旗舰级风冷却能够完全不挡内存展示，如果对上述这些特点有所需求，那么我觉得只要有这个消费能力，它是一款多数不会让你后悔的风冷产品。但它肯定不是信奉性价比主义至上的好选择。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